现在我来介绍的是基化和差。那么基化和差的话呢，在未来三角函数的积分的地方的话呢，我们会常常用到。所以的话呢，我们这边特别来介绍基化和差公式的话呢，看起来是很难背。不过的话呢，如果各位同学你只要熟悉三角函数的复角公式，其实的话呢，它就不难了解了。 来，我们来看一下三角函数的复角公式，我们就证明这两个公式给各位同学看。首先的话呢，我们必须要介绍的是 sin 阿尔法加贝塔是什么？sin 阿尔法加贝塔是 sin 阿尔法 cos i e 贝塔加上 cosine 阿尔法 sin 贝塔。这是我们三角函数。 sin 阿尔法加贝塔的和角公式，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减的呢？减的的话呢，前面后面都完全一样，中间这个是减的。好，那这样子的话呢，我们两式相加，我们就可以得到了两倍的。 两倍的 sine a l c o s i beta 是等于这两个相加，我们就相当于是证明了这个公式了。那么以后的话呢，我们看到了 sine a l c o s i beta 就是二分之一 sine 和角公式，一个正的一个负的。那么我们现在再来看第二个，第二个的话呢，它的话呢情况是完全一样的，只是差在哪里呢？它是 cosine 的 cosine a 加 beta。 是等于 cosine alpha cosine beta，中间是减的 sin alpha sin beta，这边是加的，这边就是减的。那这边是减的呢？那它就是加的。我们再继续看下去。 两式相加，各位同学看，两式相加，这个是不是就是删掉了？于是是两倍的 cos 乘以 cos，两倍的 cos 乘以 cos 是等于 cos 的一个加的一个是减的。那么这样的公式的话呢，我们就大概的介绍一下。那我们现在来做一个例题，来我们看看例题。例题的话呢是这样的，我们的话呢，当我们遇到的是一个。 三角函数的积分，两个相乘的时候，这种题目是一个困难的题目。但是如果我们使用了积化和差的公式的话呢，就会变得相对来说简单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，这是 sin、cosine、sin 乘以 cosine 的话呢，我们看是 sin 加 sin，一个中间的话呢是加的，一个是减的。那于是我们就这么说了，二分之一。 提到外面去积分的话呢，我们后面的话呢会再提。这两个的话呢是 sin 加上 sin，这个的话呢，这个这个地方是两个角度的相加是多少呢？x 跟 2x 相加变成 3x，那么另外一个是相减的是，是 x 减掉 2x 是负 x 好。好像这样的一个一个积分的话呢，就相对来说简单很多。 这样的话呢，就可以等于二分之一保留着。sin 的积分是什么呢？是负 cos。这个地方是三 x，我们就是写三 x。根据连锁率的话呢，我们这边要补上一个三分之一。然后的话呢，再加上那这个地方是二分之一的话呢，是因为它是在外面，我们的话呢都要注意有一个刮弧哦。 这个地方的话呢是 sin 的负 x，那么我们不管它，我们就直接写好了。我们的话呢，这个地方的话呢，其实负号啊可以把它提到前面去，那么变成什么呢？变成的是、x、cos 的 x，cos 的 x 的话呢的的微分的话呢是负 sinx，所以的话呢没有问题。我们的话呢就直接的话呢刮弧起来，加上一个 c。 这个不定积分我们就解决了，我们使用了积化和差的技巧，解决了一个，呃，三角函数的积分。